紧张。好，谢谢主席，注意啊，轻松的是，也是神圣的誓约。我们接下来要为这两位的案例牧师师母哈，我们请我们联会按摩团的牧师请到前面来，为他们按手祷告，请两位跪在上帝面前。好，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请联会关怀协会前理事长，也是现在北仑教会牧师林牧师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一起，请会众一起来祷告，请那林牧师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请。喜欢听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这而且举行这个圣礼典，为了你的工人一家因夫妇在你的面前，愿意将家己放落来顺服你，请做上帝所应的工人。但因今天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受按立，请做牧师，做你甲因三个弟弟，你引出因头前的路站。恳求上帝恩待，在因顺利通达的时，赏赐因谦卑的心；在因拄到灰心失志的时，助力甲因三个弟弟，予因所行路上，伫助力保守下面。在阮伫你面前恳求你，使阮用你的真理来扶持因，来带领因，帮助因，保护因，予因伫你内面。两人搁较会通三结连，同心来服侍你。愿主你的名在因的心上得到荣光。愿你恩待，也予因伫今仔日接受这个按摩的圣职，主啊，予因伫到见你的面的时，拢无失去对天顶所领受的印象。祝你保守因一路伫到见你，祈祷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阁下，好，请起。我们请联会主席戴奎牧师来颁发牧师证书给黄杰牧师。需要念吗？牧师证书，黄龙杰先生系嘉义市人，主力1978年9月8日生，信仰纯正，其本人已以四年牧养教会之经验，经本会所组成之牧师团审查合格，堪任牧师圣职，已主力2011年1月22日在本会案例为牧师，特发给证书为凭持证。黄进才牧师团主力2011年1月22日，英语的部分就自己看。鼓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相信接他的证书也是以责任加倍的重的时刻，所以那个恩高能力会更加倍在你身上。感谢神。你接下来是这里的时间，我们首先请联会赠送礼物，来，请我们总务部来。哎，你们有预备吗？是不是那个